车的背囊啊，让大力水手勇行行。在这卖现代社会，吃菜够健康，已经不是妈妈饭的顶面的细细念，是一种非常流行的全民运动哦。好吃的蔬菜到位来，想要知影，就爱来高雄啦。是南部人，就一定吃过高雄蔬菜。一句话是要有真材实料，才敢讲，不是黑白呛声哦。咱主管地区啦，吼，这个地形吼，甲平坦，啊，气候也较好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咱主管地区这个蔬菜专业区，大约头有250公顷。啊，这个是供应咱南部地区吼。啊，有菜类上重要的一个集配场所安尼吼。来到主管区的蔬菜集配场，看到这么多蔬菜安尼出出入入，就知影这南部上大的蔬菜运销中心绝对不是叫假。每一天目睭一睁开，大量大量的菜，就亲像绿色的海燕同款，一批一批一直进入来。咱主管区农会进出去的量吼，刚大约头有30栋至35栋吼，所以这个流量是真大。啊，咱的菜吼，因为去卖啊，甲春节期间真细吼，所以咱保持这个鲜度啊，保持了真好吼。所以这点吼，大家应该会当真安心啦吼。这群供水的妈妈们努力打拼，要让大家吃到品质上好、上安全的蔬菜。因家己算是定定无用到，连饭拢袂负责。蔬菜上重要的就是爱青，脚手若是一慢，菜马上就打给你看。想要分段一秒钟，都袂使急。哦，因为俺主管地区俺农会集会场已经有做差不多20栋的迄个历史吧。哦，一向拢是俺遮的地区拢油菜类为准，所以呢，伫即个熟能生巧，伫包装的方面呢，包括损耗都拿捏得很好，包括速度，包括它包含的品相啊，拢非常熟练，所以它的速度甲重量的拿捏都很标准。有时阵脚手搁较紧，嘛是紧袂过天公伯啊！一个啊起一个风，落一个雨，农民是看天食饭，拄着天公伯啊来创治，唉，嘛是无法度。你莫讲看菜农安尼哦，大家拢是靠天食饭，会艰苦啦。一阵雨过吼，那也无啥物时间，就赶紧搁要复耕，搁要种菜。种菜有偌艰苦吼？艰苦甲甲你讲的时间嘛拢无啦，就是安尼，足艰苦的。菜浸暖气不要紧，喙齿一夹，赶紧复耕，只要肯做，就袂枵死。但是种了无所在通卖，迄才是真正恐怖。这是上辛苦，嘛毋是讲努力的辛苦啦，上辛苦就是讲种种的农产品。无地卖啦，唔是讲介绍的问题，你讲介绍较俗，你搁有地卖，搁袂讲介辛苦。无地卖，你会感觉讲真啊足辛苦的，因为你无采收，就爱放落嘛，放落就做唔甘的。好佳哉，主管农会好名声，一工比一工旺，农民只要安心、专心来顾菜，村里就互主管农会来烦恼。目前我们有5个通路，啊、哦，国军、学校营养午餐，啊个团膳，啊个迄个海笋，啊个超市，哦，有7个6个通路。为什么爱做到5个6个通路呢？因为都民间的菜，哦，它有品质上的差异，哦，在差异上呢，我们会做调整，在5个通路，
包括食品加工厂，这个都是我们通路之一。所以说，无论农民生产何种作物，我们都有这个指标通路来分散，来输出。有青咔咔大声，不过伫主管农会，青只是上基本的要求，爱跟得起主管蔬菜这块扛棒。啊，搁爱有进一步的条件，就是这块大大的吉原埔安心蔬菜标准。在这个咱现埔的这个社会当中哦，农药的残余的问题哦是上重要的。你是讲阮主管普农会的蔬菜来讲哦，我要采收以前，阮差不多两工前就要提起来验收这个农药，这个农药残余检验哦，这最就是阮主管普农会拍起来的品牌。所以每一人的蔬菜出去，都有经过农药残余的检验。第一次听到蔬菜也要参加考试，实在是有够麻烦。不过也是因为这份对品质和健康的坚持，才会让主管农会变作南部上大的蔬菜中心，替高雄的蔬菜打出真香的好名声哦。在高雄不但有主管特殊真久的蔬菜文化，那是要讲起最近上界流行的有机蔬菜，咱高雄也是无输乎人的哦。卖当作有机是少年人较知影的新观念，其实为20多年前，高雄就已经出现对土地好、对环境嘛真好的自然农法。这个在菜园啊当中，无用甲规身躯汗，刷过做甲真甘愿的阿伯啊，就是当初在高雄发展有机蔬菜的先辈啦。这本来我是种一般的地了啦，啊，唔过这普的农药吼，不过实在讲，家己也是，家己普农药也是歹啦吼，啊，佮普一个风子也嘛歹啊。啊是讲，我是讲，人以前来改来种有机的种看卖啊嘞，我唔过种嘞，头啊两三冬拢那么了钱，拢嘛。姓梁伯啊，常笑讲，伊为阿哥唔知影啥物鬼叫有机的时阵，就开始来实践有机啊啦。在伊迄个年代，种菜无用化学肥料、无喷农药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代志。莫讲厝边隔壁，就连牵手，拢予伊这种特殊的想法，甲里里拉拉菜园啊，惊甲鼻鼻喘。哎呀啦，啊头一两冬，伊讲安种这较有路用嘞，种这也袂啥趁钱，干那贵个，干那成本都无够，啊就是无技术，搁兼无人辅导，啊伊也算讲迄阵有机的迄落较无推广哦，主宰那会拢无啦。互人叫憨人，嘛笑笑无出嘴，这就是乐观的姓梁伯啊对抗杂音的方法。在姓梁伯啊坚持之下，无用农药，无野化肥，土壤总算是渐渐恢复元气。不但蔬菜勇行行，连杂草拢来插一卡。我这草吼，拢有啦，即落温室内底草吼，啊，即有机的草的那长那高啊，唔知怎开那长那高，伊土壤那好吼，啊，草那老发。土好，连杂草拢知影，杂草甲蔬菜，远远看根本就拢同款。这个天然的保护色是乎姓梁伯啊，真头疼。满草搬甲目睭花花，夜头一看，马哥一大堆。啊，这是拢做这有机的拢加草啦。你看阮几十人的拢定咧烤草，拢烤草尔，无烤草挂菜，烤草安尼挂菜尔。这是实在太辛苦，做甲腰酸背痛。一天可能阁赚无一碗面钱，真济少年家甘愿去做工，嘛无愿意来菜园啊好日头晒。好佳哉，咱看到一个少年的形影，伊就是姓梁伯阿囝苏冠武。我到夏天的时候，该去外口，该去看荷房啊，甲炸起来。啊，无伊个迄落，伊个就是我做伊那个日头晒袂，晒袂啊就日头，哎呀，咧温度晒袂啊多啊。夏天来哦，那么40多、50多，
十点我才紧出来，无来袂堪的。看到怪物安尼斯斯文文，就感觉出来，伊应该是一个读册人。一问落去，阁真不得了，原来是留学日本的高材生。离开日本公司的办公室，回来到爸爸的菜园，伊曾经嘛有过丢毒。就从小看我爸爸这样子，就觉得很没有尊严。我觉得为什么要从事农业？所以我就费尽各种心思，就是我尽量不要去从事农业，所以我才会到日本去留学去读书。我想说，终于我可以如我所愿，不用从事农业了呀，这样。那当下又回来的时候，真的是百般的折磨。就为什么我要回来？但是已经回来的时候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我一定要，因为我不只为我自己。为了我家人，为了我爸，因为我那时候我看我爸爸也是年纪也越来越大了，他在做也是很辛苦，后来就说好，没关系，我就是忍耐，我就是去做。虽然到今嘛，圣龙伯啊讲到怪物倒转来这段故事，也是讲生笑，咋知影就甲伊送出国的钱省得来？不过看得出来，圣龙伯啊那是想到家己有囝来到三江，辛辛苦苦开垦出来菜园啊，白来爬远去。笑甲是唱袂掉伊的得意甲欢喜。我讲我是我无教你哦，你若要倒来做事无要紧。我是因为阮算讲，阮做一个做了都袂，就算讲安尼还好啦，是无足好啊嘛是会使啊啦。啊，你若有心要倒来做，我讲嘛会好啦，嘛是会使啦。因为我到这个地底我拍知啊嘛吼，我讲好啊，随在你啊，我是无甲你多强啦。啊，你倒那会唔惊艰苦要做，我是啊，也欢迎你做，我紧啦。高雄的有机蔬菜不但予种的人欢喜，种的人也当来感受到幸福感哦。这份高品质的骄傲，予更加侪人愿意来替高雄好菜做回奋斗，亲像是原本做金融业的阿甘妈。好好的股票买做，招来拼性命来推广高雄的有机蔬菜。伊的理由真简单，就是希望有机菜农的用心会当予更加侪人来看到。所以我看遐侪阿伯阿妈种遐侪遐好物件，啊，恁袂晓买啊？毕竟我伫都会区落来啦，吼，我甲遮物件买出来。对我来讲，或许比我家己去生产更好吧。比如生产端不多我一个人啦、啊，但是如果销售端多我一个的话，或许对整个行业来讲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啦。阿甘妈积极行销的心意，让高雄有机蔬菜好名声透归台湾。不但高雄的囡仔有口福，连外县市的学校也是大力来收听。囡仔是国家未来主人，潘公公的有机蔬菜，就是对囡仔上好的保护。有了这份来自高雄土地祝福，相信这个国家未来希望，每一个拢是勇敢囡。农业局开始告诉我们说，跟我们合作的时候啊，他们会谢谢我说，我们帮助了农民啊。那我其实我是觉得我要谢谢农民，他们种出很好的，我们来享用，我们要谢谢他们。那我们家长其实也是我们背后的支持者嘛，他一定会高兴孩子吃得好。这几年高雄的有机文化在少年心肺冲击之下，有了更加多充满活力的景色。亲像是为细汉看到圣龙伯啊种菜观物，伊对种菜这件代志是充满着无同款的想法。我们农民不再是社会的那个很弱势的团体，我们可以自己站起来，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，我们可以去努力。哎呀，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我要把那个农民的那个价值地位提升。哎呀，是这样子。哎呀。家己种有机的，会当家己来看卖样的吗？这个简单的想法，后来煞变作是一个不简单的所在。无唔对，这就是高雄有机文化的代表——微风市集。当初也没有想说要说什么要赚什么钱，都没有想到这个部分，也没有想到说很厉害，就是想要很一个很
很好的想法，说我要提升什么社会地位，根本就没有，只要我种了菜，人家要跟我买，我就开心的要死了，而且卖给人家，人家跟你说谢谢，这样就很开心的，哎呀。囝要做啥物货，老爸其实拢无意见。少年人的创意，善良爸啊，拢乐观其成。不过有一个重点，伊是规工拢对惯物细细念，叫伊绝对袂当放袂记。我爸爸一直跟我讲说，菜不要卖太贵，你自己出来卖的，你就自己不要卖太贵。为什么？他说有机不是种给有钱人吃的，有机是种给一般人吃的。所以我们都希望我们这个信念，就是说让整个大高雄的消费者，就是说你可以吃到比较平价的有机蔬菜。菜唔通卖伤贵，人客较食会起。善良伯啊，感觉趁钱是基础，有人愿意食伊种的菜，才是真正让伊欢喜的代志。哎呀，当下我们在弄的时候，他们就说要弄事情，我是农民嘛，就怎么可能？我又不会卖，我又没有包装，怎么卖？我怎么敢去跟客人面对面接触？我不敢呐，我就不要。然后后来那当下的时候，那么说主办方就很努力去邀约，他就邀几个农民啊。其实我后来我愿意到回丰来说，我就一种想法，就是说我要突破我爸爸我之前他们的销售模式，我要拓展，只要有新的模式，我就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机会。冠物的打拼，让高雄蔬菜又搁加了一种乐活的新环境。今一抓微风市集，你会来发现买菜、卖菜，每一个都是笑嗨嗨。咱高雄的有机蔬菜有一种让人幸福的味道，只要吃一嘴，人心都会对你笑出来。以前蔬菜拢是饭桌顶面迄个无予人注意的配角，其实只要用心感受，地当来食着土地芳馈，伫日头下所流的汗，伫丰富当中的无奈，甲收成时阵欢喜，一种珍贵的人情味，才是高雄蔬菜上界特别，嘛上界好食的所在哦。